先到。小白，蔡晨，小美，蔡晨，小黄，蔡晨，哇，小苹果，这小倩呢、啊？你这小小的书生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竟然敢对付我！我可是千年树妖啊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、啊。你不要过来，你是对付不了姥姥的。其实我只是刚刚路过而已，这位叫小花的姑娘我也是刚认识啊，你们之间的关系我并不管这么多，但最重要的是把我的 iPhone 还给我吧。哼，你要想救回这丫头就要先过我这一关。不不不不，我只想回我的 iPhone。 我可是2015年卡哇伊妖怪榜的 No. 1 iPhone，还我吧！要样貌有样貌，要身材有身材。好的，你也不听我说话的。我可是人见人爱，车见车载，棺材板也为我打开盖。到底有完没完呐、啊？我可是超级无敌美少女，而且是美容猫泡的那种。你竟然敢暗算我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、啊、我的腰。